Hello， 来做一个直播，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两句。这个点了，应该是吃饭，该回家的一个感觉。我们从北京过来的，我们从北京过来的。今天就是整个的一个戴一个帽子，是为了好看一点，还是说为了防雨啊？这种感觉。下雨，防雨啊。这么，就是有时候下雨淋一淋，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就感觉你们两个很亲密啊，是不是？挺浪漫的。是不是这个同学，还是说可能这个闺蜜？还是说他是我弟弟啊，就是他妈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，他妈让我照顾他，然后我在这边做一个工作室。他妈跟我家都差不多，你是基础，可以说你是他妹吗？对。OK， 我们在做一个直播，这个直播的感觉，平时会看 A 站和 B 站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说话要装逼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其实还蛮接地气的一个人啊。就是我们呢，在去跟路人啊进行街访啊，然后呢去采访啊，各方面的，然后去进行简单游戏。然后你知道拍视频其实很辛苦，就是你觉得拍摄更简单，还是这个剪辑更简单？对，就是你只有好的东西才能够剪出好的作品嘛，就是所以说，就我们在做一个这个街头的一个采访，包括进行游戏，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游戏来说是很认真，还是简简单单就OK 啊？好的话，就是游戏要赢，还是说游戏就得过且过就 OK 了？OK， 然后咱们现在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太到位了啊！你有没有对象？没有。OK， 我想跟姐姐呢进行一个简单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呢叫十个剪辑故事的一个小惩罚，未来会把它剪辑成视频啊，一个小伙儿剪辑视频。说了惩罚，你最大尺度能够接受就剪到身上，就这样就觉得没有，我会不会泡妞啊？就和我说的话，说实话，就我可能颜值不是很高，但我之前我给你保证了，半年前我真的很帅。就是从这个感觉，那 OK 的 ，OK 的，所以。算吃亏啊！你多大体验？21 ，OK， 我二十三岁，我94年23岁，3月19号双鱼座。做朋友很好，因为一个唱唱做一个唱就放一个鱼嘛。好，这个游戏呢叫做石头剪子布，来，咱们开始。石头，跟我吗？对，石头剪，待会他愿意我跟他玩。石头剪子布 ，OK， 我赢了。就是在惩罚之前我赢了，这么快，Oh my god，OK，、okay, 这个之后呢，我就进行一个简单惩罚，就简单亲一下 ，OK 了，就没有别的问题。你亲我吗？对的。你能弟弟亲我吗？别，我那不行，这个我是就因为可能视频啊，对，视频要是他，上课，OK， 然后咱们简单的，哎，你好阿姨，你好，哎、然后我们再做。尴尬了，就是我们在做一个简单的游戏，就是您对于年轻人啊，包括之间的一个这个距离感有什么样一个想法？就是因为我在做一个直播，从北京过来的，然后再为自己的做自媒体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想去在视频上啊，去把自己更多的一面啊，我是之前师大心理系的，然后想去测试一下人的距离，然后跟我们玩的游戏，然后输了呢，简单亲一下脸就可以了。你觉得就是想，因为你也来了，我就很想问，听说坏的，就是经过您允许的话。我输了，他输了，因为这个电脑不能输了，他请我一次 ，OK 吗？如果您觉得 OK 的话，我也会跟您玩。就亲脸就亲脸 ，OK， 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您的通情达理，因为我待会儿可能也会跟您玩。OK， 来吧，非常感谢，这边，好，非常感谢，好。啊，阿姨，我可以必须跟您玩一下。我去算了吧。没事，真的，这就只是善意的。真的对对对，就是玩一个石头剪子布。阿姨，您慢，您出错。对，真的，阿姨只是亲下脸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还有，就你们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别说了，你让我惩罚什么？OK 的。不是，我是问一下。对，你说对了。我是。对。我涂了口红。没事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真的，阿姨非常感谢您，非常感谢您。在这儿，我们又印证了人与人之间距离还是很近的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嗨 ，Hello， 我们从北京过来，在做一个直播，愿意跟我去简单的交流，你很友善。对，我也感觉他很友善。我可以吗？您算了。您也可以，您也可以，真的。你们一块来的吗？
是一起吗？对，一起嘛。OK， 然后是这样，我是火线直播的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这我刚开播，刚开播啊，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再去，因为我从北京过来，你跟聊聊天，别让人尴尬嘛。没事。OK。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比如说一个这个外地人啊，来到成都啊，你最推荐的地方是去哪儿觉得最好？那个锦里。啊，锦里吗？锦里都是外地人啊，各方面都吃点东西啊，方便啊。就是我在找一封信，先找你的微信，你愿意把你的微信给我吗？啊，愿意。哎 ，OK， 我在找，我在找一本书啊，你的脸书你可以给我吗？啊，可以。你有 Facebook 吗？以前在国外有，现在没有。你在哪个国家？我以前在韩国。啊，我现在在日本。你要说欧洲那个国家，因为英语不好，我在日本上学，四国的那个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上海湾，那不回来，那干嘛呢？你上学就一几年就回来了？就是去了在谁啊 ？OK， 你大概多大？今年？二零是吗？我九二的，所以年龄不大。我加你微信好了。你经常加我微信？我什么？你经常加我微信啊？我经常加你微信。我是说你真的要加我微信？哦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有一种有一种国际范儿的那种感觉，非常没毛病。哎，我从这边加。啊，好，来，我叫 Mickey。Mickey。为什么？就是，其实直播是副业，我之前直播间，然后我不把这视频剪出来，然后继续会玩去。对，就是因为直接的话，直接就是拍视频的话，很多人不愿意，可能会有一个直播的感觉。真的，你是成都人吗？需要拿。So this name, OK， 非常感谢，简单的友谊的拥抱。非常感谢。帅哥，你说看看你的观点。阿姨，你觉得我们三个如果同时当你女婿，你觉得哪个是最 OK 的？就是看工作，还是说只要看外形啊？或者您选？我选帅哥。是有这种感觉吗？您觉得我们？那我们三个谁最帅？都不是。哇，好听。那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觉得帅哥在您心中的一种帅哥的那种感觉到底是？高大上。高大上，上是什么意思？高和大我理解，上是什么意思？上嘛有担当嘛，有担当有责任嘛。好啊，是。觉得你们太傻了。我92年的，然后你是还是小一点的。小一点。您女儿多大了？谁不担当？我女儿，你觉得？我美是邻居。你猜啊！我猜半天，我猜一下啊！这样猜，你猜一下我们什么关系？谁是？我猜你是女儿，你是小姨。那我是谁呢？我妈是谁？你妈妈应该在家里看。她妈是谁？看韩剧。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人是一家人，她是外人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她的妈不喜欢韩剧。哦。因为一句韩。喜欢人民那个什么人民的名义。哎，您最里边最喜欢谁？我呀，我都喜欢。哎呀，我最喜欢高育良。我靠，都喜欢高育良啊！我演秦伟帅哥啊，帅哥的感觉。哎，徐亚军，很帅的。我感觉我这个颜值应该 OK 的。呀，为什么就阿姨，我给您捶捶背，给您捏捏肩，您行吗？不行，还不行。因为我喜欢帅哥嘛。我瘦了也可以。瘦了可以啊。阿姨，你那么友善呀？嗯，我友善吗？我感觉特像我妈，我能亲你一下，亲一下脸，亲一下。谢阿姨。哎呦，我们班还有。非常感谢阿姨，真的，哎，妈妈了，真的特别感谢。啊，可以。我都好久没给我妈打电话，回到时候给下，到时候拍完视频，我都给我妈打电话。这你就不对了。是啊。妈还是重要的，妈是最伟大的。真是。哎呦。真是，我确实是。真的。确实，每天要给妈打个电话。有时候工作啊，有时候工作忙就。别找借口，五分钟可以。别找借口，别了。你上厕所谁打啊？阿姨，你替我妈打我一下。不打，乖儿，不打。没毛病，以后您就是我成都的妈了。行，没问题。这真的感谢，真的感谢你。谢谢。慢点，感谢，微信联系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近，就是这么的舒适，就这么的没有毛病，就这么的。哎呦喂，我的天，真舒服啊！如何添加浪迹教育微信公众号？在添加朋友里点击公众号，在搜索框里输入浪迹教育，点击
击浪迹教育，点击关注。